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节目的开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四位情感导师是谁。他们是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。爱情保卫战由全国热销20亿只奶酪棒的妙可蓝多特约播出，奶酪就选妙可蓝多。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吧，请看。你玩世不恭的样子真的让我很没有安全感，我曾经鼓起勇气和你在一起，但现在我真的不知道当时冲动的选择是否正确。我已经为你改变了很多，可在你眼里我永远做得不够好。难道两个人相爱就是要拼命地强迫对方为自己改变吗？我已经不小了，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了，我需要的是一个成熟暖心的男人，而不是一个幼稚自我的男孩。和你在一起我真的很累。我们在一起讨论过未来，可每次都没有结果。如果我们在一起这么久连相互理解相互妥协都做不到，那也没有必要再走下去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胡22岁，来自四川酒吧 DJ， 有请。小徐27岁，来自的后面就变成同事了。在哪儿认识的？我们是在酒吧认识的，那个时候我去玩正好遇到他。哦，我蹦迪的时候力气太大把他眼镜给打断了，然后我加他微信赔的钱。眼镜情缘谈了多久？谈了1年多了。后面因为我们在一起了以后异地不方便啊，然后我们就到一起工作了。那是他来杭州。哦，男生来了杭州，说说吧，你们俩之间有什么问题吗？主持人，来这边是我想来的啊。我跟他在一起久了以后发现他身上有一点问题。嗯，就是他的异性缘太好了，经常跟女生一起出去玩也就算了，他还会当着我的面和女生勾肩搭背的。主持人，他说夸张了，因为我是做酒吧的嘛，通常也要对我的客户有一些交际之类的。然后他所谓的勾肩搭背，无非就是我几个好哥们儿，大家经常一起玩的好兄弟。男的女的？女的，就是大家跟男的一样一起玩的，而且就是当着他的面，又不是说背着他。哎呀，莎娜，我们也没当个女人看，但是我们也不敢跟他勾肩搭背啊。哦，这个不重要啊，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不重要。行啊，姑娘接着说，这是她的解释啊。那天我生病，我发烧在家里面，晚上12点多，他跟我说他不能在家里手机陪我，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异地嘛。他要跑出去跟喜欢过他的女生朋友一起打麻将，打了很久，我发他消息他也不回，我打他很多很多电话他一个也不接。你自己说你感冒了你难受对不对？那我就让你睡觉呀，别人不能说你难受了你在家我又帮不到你什么，你要把我软禁在家里面。而且我朋友叫我出去玩，那我去打了麻将，因为那天刚好手机放在包里面的，然后就开了静音没有听到，但是后面我看到了以后我还是回了你消息的呀，我也跟你说了呀。那些朋友当作是宝，把我当成吃根草是吧？我没有，客观上倒还真是给人这种印象啊。还有啊，他平常还会在手机上开直播，去安慰那些失恋的女生，去开导他们。这么好心啊，天天去开导别人，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啊？这因为这个是我的副业，就我觉得这种副业多一点收入其实也没有什么呀。他大半夜的11、12点钟还在跟别人打电话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些都没什么的。你要找男生啊，就要找一个喜欢自己胜过于你喜欢他的。那你跟我在一起呢，你是不是因为觉得我比较喜欢你，所以你才会选择和我在一起的？你怎么这么心机啊？没有，因为那个是网络上的东西，跟现实不能比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是互爱互助的，这个确实没有边界，对吧？反倒是他，我觉得他做得很过分。他怎么了？因为我们都在酒吧上班嘛，那一天他提前去酒吧跟他把纸条放在嘴巴上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去把他嘴上的纸条撕下来。我作为他的男朋友，我会觉得很过分。我是陪你去上班，所以我才会去的。
但是都不一样。反正我就觉得在我心里面这已经超出我的底线了。行，使劲，你们互相下探对方的底线，嘴里面要说你超越了我的底线，但是其实还没有分开啊，就这么回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真超越底线，你翻身就走啊，你也没有啊。他那么多诸多的不对，你也翻身就走啊，也没有啊。你们不还在一起吗？行，还有什么？今天把话都说开了，还有啥？他在家里面的时候啊，吃饭让我给他剥虾。你给他剥吗？给他剥一碗，然后他在家里打游戏，就一摊，整个人摊在沙发上面，打游戏什么事情他都不会管的。还有就是有一次我跟他出去买东西，买了很多，那我想着你帮忙分担，我一起提一下吧。我提了很大很大一个袋子，他在后面拿了两瓶子，跟我说他帮我了。我真的和他在一起，我感觉我不是他的女朋友，我是他的妈妈，真的很过分。因为本来我在家里面，我爸妈也就是这样，什么事情都给我弄好了，我也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啊。而且我跟你出来以后，我也有改变啊，我又不是说就是天天让你做，我也有。慢慢去改呀。哎，我问一下啊，我假设一下，给你们出一个题啊。嗯。就是如果你们俩出去都就是坐地铁的话，或者坐公交车。嗯。这车上只有一个位子，谁坐？他坐。是真实发生过，还是你本能就让座位给他？我要是一屁股坐下来了，那他肯定回去会跟我说，你怎么不让着我一点呀？你不是年纪比我大吗？我比他大五岁。哎呀，姑娘这恋爱谈的挺有意思啊。那你就是他妈呗。对吧？刚才男生已经揭示了答案。啊、我觉得其实你不是说了吗？在我们家也是我爸我妈干吗？但是我有照顾到他呀。哦，你怎么照顾的？我们听听。你像他平常他的脾气就是一点就炸的那种啊。上次因为一个查手机的事情跟我吵架，嗯，吵完以后直接甩头提着行李就出去了，一周没回来，啊、而且我打电话啊、打视频什么都不接。手机里查出了什么呀？就是他想查我手机，但是我不让他查，我觉得这是侵犯我隐私的问题啊。那你没什么东西，你心虚什么？你让我看一眼不行吗？我还不是不放心你，天天跟那群女的厮混在一起，哪一次带上我了呀？我只是说你脾气能不能稍微小一点？你说你出去一会儿回来，我可以理解。你出去一周，我打电话发消息你都不接，就弄得很闹人心。女生有点脾气怎么了呀？而且我出去只是因为当时我想看你手机，你不让我看，你还要凶我。那我肯定很生气，我想让我们两个都冷静一下。你知道吗，主持人，上一次就是他说他要冷静，嗯，结果我哄了两天没哄好，终于哄好了以后，我们一起去看了个电影，嗯，看到一半他又开始给我翻旧账。我就是想到他跟别的女生一起出去还搭着人家肩啊这种事情啊，我想想就心里不舒服，我就想提醒他一下，嗯，也没想怎么样。但是后面他就是跟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再这样子，然后跟我说很多很多，我就感觉他很烦，他很在意这个事情，嗯，然后我们俩就吵起来了。那这个事儿我先不说，你就说他每个月，嗯，他挣的工资啊都拿去在淘宝上看直播买衣服，然后家里面的那些包裹大大堆堆的直接堆成了山，嗯，甚至有些东西他拿出来他用个一次两次他就放在那儿看我不用啊，有一些他开都不开就放在那儿。你怎么知道我不用呢？我总有时间会用的呀，我喜欢我才买，那女生买东西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那一天他自己想买个包，嗯，但是呢他差一点钱，嗯，那个时候我手里也紧张，结果他去骗他爸妈我生病了我需要一点钱，他爸妈自然而然就给他转了，结果转过来以后他转手就把那个包买了。那我真的喜欢啊，而且人家包是限量款，我现在不买以后就没了，爸妈的钱我发工资我还给他们不就好了吗，嗯，我们每次就因为这件事吵架，吵完以后他就会给我弄一些很无聊，他不是说我幼稚吗？嗯，我觉得他也很幼稚呀，嗯，他给我弄一些很无聊很无趣的游戏。什么游戏？就是他让我冬天不能穿外套，睡觉不能盖被子。为啥？他是太娇气了太幼稚了，家里惯坏了，我就想稍微给他历练一下，我觉得这些东西男孩子嘛大大咧咧的，这些东西不用在乎。天哪，冬天不能穿外套，睡觉不能盖被子，他穿得很厚。哎，就因为现在他的消费观念其实跟我不一样啊，包括对未来的规划，因为我是想就是我们先不说未来，我这消费我还想再问问再听听啊。姑娘买那些东西很多吗？多，特别多。是他在夸张啊还是
我觉得对女生来说还好吧。这些东西在家里放得下吗？我们有一个指标，看能不能放得下啊。光短袖它都有300-400件，外套啊、裙子呀，这些就更多。那这些东西都怎么处理了呢？就放在家里吗？就放在家里面，用压缩包把它压缩了。他可能今天买几套衣服，他心情好了，他那一套那就不要了。反正他要么就放在那儿看，我觉得我看着我都舒服，要么我就不要了啊，然后去买新的。然后每一次跟我逛街出去，说是吃饭，吃完饭转手逛街去了。每天反正回家就是大包小包拎着。他说的是事实吗？我也没有不穿吧，平常就是放在那边，那我总有机会穿到的吧。有机会穿到就是基本不穿的意思啊。但是它好看，总会用到的。你这来我们节目也不准备准备拍点照片什么的？你看很多朋友就是这都要拍的，好让我们开开眼。有照片。这都是他的衣服。对，听明白了。来吧，问问未来的规划吧。刚才男生也提到了未来的规划，是吧？因为我们的消费观念不一样嘛，所以说本来他现在也比我大5岁，然后他家里人也是希望他快一点结婚，但是呢，因为我现在我的经济，包括我的事业，也还没到一个平稳以及上升期，所以说，我现在暂时。家里人肯定就想让他在杭州定居，然后我现在肯定在杭州也买不起房子，那我就在想，如果买不起房子的话，那我肯定就要带着他回成都。哎呀，但是呢，他又不愿意，所以说我就想听一下主持人和四位导师的意见。这俩城市太难选了啊，着急结婚吗？挺急的，挺急的，不想变成大龄剩女。你们俩这条件怎么能结婚呢？还是我这太老套了啊？你是没打算结婚的对吧？我现在是没打算的。如果结婚的话，会选择她做老婆吗？应该会的。就是她了，还是还有其他可选？就是她会觉得我嫁到外地去太委屈了，怕如果我在他们家受了委屈，到时候我自己回来也远也难受。她羡慕着我。我就只能谈谈语音，发发视频，这种也不太好。哎，你觉得今天这节目播了之后，你妈看完之后，你妈还会同意你嫁给她吗？不知道。就你现在有这么多的冲突矛盾放在这儿，你还敢嫁给她吗？看她会不会改变吧。不是，你希望她改变，改变什么呢？怎么改你就会嫁给她呢？我想让她和女生的关系稍微远一点，自己心里有一把尺，有一杆秤。我猜她的答案是，我摆得挺正的呀，我没问题啊，是吧？是呀，猜得到。然后就是平常能够稍微有点男生的样子，慢慢的成长起来。因为有些东西我不能照顾你一辈子，不能帮你一辈子，我不能来当你的妈妈。但是很多东西我有在改呀，你不能让我一次性的马上就变成你想要的样子，我也有在努力呀。我现在是在问你愿不愿意改。我可能会尽力的去改。好，我的问题比你更刁钻。一次性的马上就变成你想要的样子，我也有在努力呀。我现在是在问你愿不愿意改。我可能会尽力的去改。好，我的问题比你更刁钻，请问你尽力的改什么？就是可能会更有担当一点。这怎么担当？担当什么？就是帮他多提一点东西。还有吗？然后多照顾一下他的感受。还有呢？没了呀。所以改啥吗？哎呀，你的要求要求了个寂寞呀，姑娘，你敢嫁吗？能改吗？根本都不明确自己改什么。我估计小伙子可能不知道在这段情感关系当中他究竟错在哪儿了，对吧？因为在你的印象当中，你跟那些女生或者叫你认为的那些哥们的交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是呀。对不对？对呀。对吧？然后你认为你的消费观，你的生活的这个方式也是没问题的，对吧？对。你认为你22岁，我当然可以放荡不羁的再过一下我想要的生活，对吧？也没有那么，对吧？放荡不羁啊。好，这个词儿用得不好。我当然想在22岁的时候多过几年单身的自由的生活。你没有那个想法吗？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呢？你认定的结婚对象就是他吗？是啊。怎么可能呢？如果你认定的结婚对象是他，你怎么会这么对待他呢？
当然了，也许我看的不对啊，我不能理解年轻人的这个内心和他们对爱的理解，相信老师们都是懂的啊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这两个人哪是来说恋爱问题的？你们分明是来做吐槽大会的，两个人都在嫌弃和鄙视对方，还希望对方能够负责任，你们要干嘛？我觉得你们身上有很多很共同的地方，这可能是你们能够走下去唯一的我看到原因。首先第一个，你们两个都是没有边界感的人，特别是在跟异性交往的时候，你们俩都走下去唯一的我看到原因。首先第一个，你们两个都是没有边界感的人，特别是在跟异性交往的时候，你们俩都没有边界感啊，否则你怎么能够那么快的感觉到他们玩个什么私子，一定就是有问题，否则你怎么说他跟那些女生两个说过话，那一定就是有问题，是因为有些事情你们自己可能都做过，所以你们知道一旦这种话说出去，就是内心当中对对方充满了那种暧昧，所以你才会那么介意对方做这些你们不想他做的事情。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很重要的地方，你们真的两个人都在各自说一套做一套，你们都说想结婚，我没有看到想结婚的地方。如果说你们想结婚的话，就像刚男生和女生都在说想结婚，是不是第一个我们至少先定下来到底要在哪个地方，第二个我们要不要存钱，每个月存多少，存500还是存1000。我前两天有一个小孩跟我说，我现在开始每个月存500块钱，为啥呢？因为我得为未来做打算。500块钱看来不多，但是500块钱是他为未来生活的打算，因为他准备10年后，因为现在刚刚毕业，21、22岁，他准备10年过后他得要稳定下来，可能以后他的工资越来越多，他会越存越多，但人家在做打算，真的在做而不是在说。所以你们是说一套做一套，嘴巴上说的做的完全不一样。第三个，我还觉得你们俩很重要的地方，你们两个都是特别不体谅对方，很自私的人，还希望对方能够体谅自己。所以男生，我觉得你不用考虑了，你刚刚有一句话，你说我没有打算结婚，那你就明确告诉给女朋友，你准备多少岁结婚啊？27、28左右吧。好，我准备5、6年以后结婚，你等得起吗？你知道他年龄大，你知道他恨嫁，那你为他做打算呀？你没有，所以你明确告诉给他，我可能只是想跟你谈恋爱，我只想享受恋爱的状态，我只想享受恋爱的激情，我只想享受有人照顾，但我没考虑跟你结婚，我是走一步算一步，你要不要同意？明确说嘛，为什么非要把恋爱，我觉得现在年轻为什么非要把恋爱谈那么隐晦，老是玩猜猜猜的游戏，你猜你猜我在想什么，好累啊。所以男生不爱了，不喜欢了，不准备在一起，明说就好了，这样你可以追求你想要的自由。同样对女生来讲也是一样的，可不可以过买买买的生活？可以，但是我买买买有一个前提，我会把家里的钱分做好几份，首先我有孩子，我要为孩子考虑，第二个我要还房贷，我要为房贷考虑，第三个我家里边日常开销，我要为日常开销考虑，最后的钱我才是买买买的，我不是把我的所有的消费全部拿去。并且刚才男生说一句话，你以生病的名义找父母要钱，拿去买你想要的奢侈品，你有考虑过你的父母也需要你赡养吗？他们年龄也大了，万一他们生个病呢，你是不是也应该照顾？所以两位年轻人长大一点，当你真的学会承担责任的时候，你可能才有资格谈爱。女生真的想结婚吗？因为我不想年纪很大了以后再去做这件事情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一点都不想结婚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第一，你根本不知道婚姻是什么。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事，婚姻是我进入婚姻之后，我们俩要共同面对生活。你有想好共同面对生活吗？你刚才特别自然地说，哎，女孩子就爱买东西嘛，那你就自己一个人过呀。我觉得你一个人过，你要负的责任就是负自己的责任。我喜欢把钱用在买东西上，我就都买了，我喜欢把钱用在投资理财上，我就都投资理财，那是你的自由。但你要想结婚的话，你的钱未来是两个人的呀，你能全部都买掉吗？你能跟父母去要钱骗钱去买一个包吗？所以你不想结婚啊。你要想结婚的话，你会找这样一个小男生吗？异性朋友很多，不稳定，
而且他确实也不想结婚。你嘴上打着幌子说，哎，我该结婚了，我爸妈也说我要结婚了，但实际上你一点都没有要结婚的样子，那咱就别拧吧，别结婚呗，你就潇洒自如地过你的生活，坦诚地面对自己。如果你真的做好了准备说我想进入家庭，那你就要改变你所有的毛病，就冲着最想过的生活去过，冲着最想要的东西去要就好了。所以我建议你先单身一段时间吧，什么时候想要进入两性关系，愿意为别人着想，不是只想自己，咱再说谈婚论嫁。男生就更谈不上什么了，就是玩玩乐乐嘛，那些女性的哥们儿们也不过是你玩乐的一部分嘛，这个女朋友也是你玩乐就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嘛。其实你根本没有想要认真的对待生活呀，那你就不要拴着她，不要让一个比你大4岁5岁的女生因为你的和她的不一样而天天操心，你就过你自己洒脱的生活不好吗？所以我是不太建议你们在一起，没有共同的生活目标，不用说共同的生活目标了，都是得过且过，浑浑噩噩的在自己现在的状态当中，那咱就先这么待一段时间也行，等什么时候清醒了，找到对生活的需求，找到对另一半想要负的责任的时候，我们再去考虑谈婚论嫁，再去考虑维持一段长期的稳定的彼此依靠的情感。谢谢。你俩连相爱都谈不上，还谈什么结婚呢？对吧？没有看到一点相爱的证据和感觉，我是没感受到。俩人各自都有各自的圈子，都有自己一大堆的备胎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就在你们这个年纪谈恋爱，彼此忠诚是恋爱的唯一标准，这是一定要做到的。但你们没有，你们两个人都没有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女生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是在于你有两点。第一点，你觉得喜欢的，你觉得好看的就必须要拥有，然后会想尽一切办法，使尽一切手段去得到它。它就跟你那想买的那只包一样，先站住了再说，甭管是用骗爸妈的钱也好，还是用其他的手段也好，因为不买它就没有了，它是限量的，它也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，我先站住再说，至于爱不爱慢慢再看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什么时候结婚的时间是由年龄决定呢？当任何一个女生说我觉得我这个年纪了我该结婚了，那就求你千万不要结婚。如果你是以年龄为一个坎儿来设定自己结婚的期限的话，那你一定找不到幸福。你现在要非常的清楚明白的是，你现在的状态和他的状态连相爱都谈不上，不要以自己的年龄作为衡量结婚的时间。谢谢。事儿其实小事儿，我跟你讲为什么，为什么他现在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，审美的逐年变化，人的审美不是固定不变的。早两年的时候，哎呀你真好，你是块宝，为什么？玩伴嘛，可以跟我一块玩的，你太好了，你这人说不定还很有才，是吧？啊，说不定 你特别会玩，特别好。两年之后，哎，我27了，我身边的小姐妹都结婚了，爸妈天天说了，哎，他们跟我说要找个成熟的，要找个在杭州有房的，要找一个能给我剥虾的。他审美变了，每一年很多人的审美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，你只是满足了他人生某个阶段里面的其中那几年的审美而已。说白了不就这么点事儿？问题在于他觉得，可能觉得，哎，我在你身上付出了很多，花了很多心思啊，在一起两年了呀，又不想轻易的放弃，怎么办呢？我要你改。这种改叫什么？叫强求。你看他那样子像是一个
你心目中老公的样子吗？你是他过去的审美，但不是他将来的审美。除非你发生巨大的改变，这个巨大的改变就是让一个男人一夜之间成熟起来，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。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你们两个人的重点，你们两个人的重点是你们站在舞台上哦，我有一种很荒谬的感觉。荒谬是什么？就你们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居然一直以年龄小为优势，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很荒谬，就觉得因为我小，因为我比他小五岁，所以我很厉害，所以我怎么怎么样，我怎么样都可以，我年龄小所以我应该可以有位子坐，我年龄小所以我就可以让你给我剥虾，这太奇怪了。后来我想明白了是为什么，因为你们觉得我年龄小所以我有放纵的空间，这说明你们对于未来的规划是我尚有几年放纵的空间。你是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放纵的空间了，所以你要结婚了。你是觉得自己还有那五年的放纵空间，所以你很开心。所以放纵空间是个硬通货是吗？27岁觉得自己我要不能有放纵的空间，我要结婚，我觉得这个醒悟有点晚了。至于你畅想未来还有五年时间和你那些女兄弟们勾肩搭背夜夜笙歌，天天喝酒，等到你那个年纪的时候，27、28、28、29的时候，你还有多少空间给你的人生？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考虑的不是婚姻的问题，而是生活的问题吧，而是如何转型的问题吧，而是如何在一种浮躁和放纵的生活里面让自己沉淀下来的能力吧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其实呢，我也知道自己很懒，也知道自己很多地方也想不到你，包括就是你所说的那些，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可以努力去做，包括以后去学习去努力去改变的东西。虽然说我不能活成你心里想的样子，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的去改。你会做什么？你以后会学着照顾我吗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那我觉得吧，我买东西没有顾到以后这个事情，我是觉得是错的。然后以后我也会考虑到以后，考虑到将来。天哪，这段对话特别像两个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小朋友制定的规则。你扮演的是老公啊，像童年玩的游戏吧。姑娘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小鹏老师预测一下结果。都不出来，我觉得都会出来吧。玩吧玩吧嘛，就玩吧，接着玩吧。啊，过家家。同意赵创老师的看法，就两个人过家家嘛。好吧，那就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。四位导师，哎，不用跟我们说了啊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。各位请见证。为你唱这首歌，没有什么风格，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。为你解冻冰河，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。请亮灯啊。嘿，不用跟我们说什么，你们觉得相爱就好好相爱。谢谢两位，请回请回请回。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，为你辗转反侧。哎呀，如果是一场梦的话，希望他们可以在这个梦里活一辈子，也许在梦里他们会更快乐。祝他们有他们想要的幸福吧。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，一开始他对我承诺的可好了，要什么事儿都依我，
但是他现在变得特别以自我为中心。我为他来到了成都，付出了很多，但他总觉得我自私。其实我做这些事都是为了他好，但他不理解。他以前说要宠我，但现在我觉得我在他心中的位置很低，他对别人都比对我好，我真是很寒心。我有时不太会表达感情，但我真的一直在为我们的未来规划。我希望以后我们可以结婚，我真的很爱他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好，25岁，来自山西，强化师，有请。女嘉宾小高，23岁，来自山西，强会认识的。谁追的谁？那当然他追我。哎呦呦呦！现在在哪儿生活呀？现在在成都。哦，谈了一年多，这岁数还小啊，慢慢谈着吧。但是老师，我要来给你告个状，我觉得他之前答应好我要做我的一只耙耳朵，但是现在我发现他是一个特别自私的人，而且做事都不考虑我的感受。我俩就是刚在一起一个多月的时候，他就拉着我特别着急要去见他父母。啊，干嘛？就见父母，赶紧结婚了呗。之后我就觉得吧，就是这怎么还才在一个月就张罗着要结婚，让我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。而且还有一次，他就是也没有跟我商量的情况下，忽然就跟我求婚，而且张罗着要结婚，让我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。而且还有一次，他就是也没有跟我商量的情况下，忽然就跟我求婚，而且我朋友都在身边，你说我也不能丧他面子，我肯定要答应他。然后私底下我问他，他说他要跟我闪婚。我当时心想，这个学长特别不靠谱，闪婚本来就是一件特别不靠谱的事儿啊。真想闪婚啊？对，然后就是我父母年纪比较大了嘛，他们老催这个事情，然后我俩虽然在一块时间短，但是我们认识时间长，就是我一直都挺喜欢他的，就是想赶紧把这个事情定下来。他跟他朋友聚会的时候，我就买了一个戒指，然后跪下来跟他求婚。他朋友比较多，当时就是我也没有告诉他这个事情。然后我觉得他有点冲动的一点，就是他把我们老家的工作给辞了。就是他之前是在山西太原嘛，因为他毕业的早，他就是回去，然后父母给找了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工作，收入也还比较可观。他就是为了要跟我谈恋爱，他直接把老家工作就辞了，然后跑到成都来找我说要跟我一起留在成都。其实我心里是很开心的，但我又觉得有点为难，因为我觉得他也有他的人生，就是我可能在外边待几年，我可能要回去，他不应该就是太冲动就把那么好的一份工作给放弃了。还有就是在成都没待多久吧，他家就催得比较紧，然后就说要在成都给我俩买套房子，然后他也很开心，他就说要在房产证上加上我的名字。然后房子买了吗？还没买，我当时没同意这件事儿。其实我又不是那种特别物质的女孩，你这样做会让我觉得你这是在逼婚，就给我一种很大的压力。因为我才刚毕业，我还是想把重心放在事业上边。挺好挺好。我父母就是觉得我们两个人在外边，然后让我们有种归属感吧。就是再说这个房价，我父母一直觉得不稳定，想让我把这事情定下来。那你买了给你买不就行，干嘛写人家名字啊？给他一份保障嘛。我还是觉得我爱他，然后所以想给他这个东西。这男生，反正我不管了，我为了追你，我工作也不要了，反正我不管了，我为了跟你结婚，我可以买房子，是吧？然后就他一个人在外地，你看我们都是山西老家，他一个人在外地，我肯定不放心嘛。然后我就辞了工作去找他了。好好好，反正都是为了爱情，对吧？房子没买是吧？行，后来呢？然后那钱不就没花出去嘛？我就说你把这个钱一定要保管好，别乱花。然后结果呢，有一天下午我下班，他就忽然开一大越野来接我来了。我以为他借他朋友的车，结果我一问他，他说我自己下午提的新车你喜欢吗？那钱是你爸妈的辛苦钱。我就觉得吧，他做事考虑真的是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为了他嘛。他老就一直跟我念叨的，就是喜欢出去自驾游什么的，既然自驾游没有个车也不方便，所以说这个没有买房这个钱，我就想把这个钱放到这个地方上。车那玩意儿买了不就贬值吗？理是这样理儿，但是我是觉得他喜欢这个事情，出去上班啊什么也比较方便。对对，你的潜台词就是一句话嘛，我这辈子啊，看见没有，为了你工作不要了，对吧？
房子我要给你，是你不要的，但是没事儿给你买辆车，我就赖上你了呗，就这意思吧。就是喜欢他啊。行行行，姑娘接着往下说。还有就是他有一次就因为车房的事，我俩心里边就一直有点心结。嗯，他为了哄我开心呢，又是背着我去名牌店给我买一包回来，他还跟我说包治百病，这包你收着。我心想，怎么你讽刺我有病啊？你觉得有问题你可以跟我沟通，你干嘛就是非要拿包来讽刺我呢？他每次他出去吃饭，他朋友都背着那个牌子的包，我就想给他买一个让他充一下面子嘛。然后再说了，我也就是为了哄他开心。哎，倒也是下了功夫了，我就喜欢，我就要娶到手。其实我说实话，我一直不跟他结婚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之间其实不够信任。女孩嘛，我肯定爱臭美，我经常去理发店保养保养头发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儿。正常正常。正好那理发师又是一男的，他就吃醋，他觉得我跟那个男的有点什么。那男的就理发就理发呗，还赠送他什么按摩项目，还要加他微信，然后老约他出去吃饭，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这就不对了吧，理发就理发，怎么还出去吃饭呢？他自从跟我说他介意这个事儿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去找过那个老师理发了。而且按摩项目现在理发店都有，我觉得是他自己不知道这个事儿。哎，那个严老师，你们去理发店吗？去啊。有按摩项目吗？好像有按头皮，按头皮，然后还充眼睛，我还觉得挺好，偶尔会做一下。对。没跟理发师出去吃过饭吧？这肯定没有啊。啊，那听明白了。行，反正姑娘，反正就没去了呗。对。啊。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在我们小区办那个私教卡，我觉得管理身材嘛，那私教课的话他肯定会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，我觉得他特别冲动，他那次下班过去接我，然后他看见那个私教老师刚好把那个手就放我腰这儿，他过去帮机给人家一拳，他觉得我跟那个私教又有点什么。我就是接受不了那么亲密的接触呀。那就是，那你知道我介意这个事情，你怎么不请一个女私教呢？我也挺无奈的。以后不能那么冲动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还有啥呀？还有就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有点自私，不支持我喜欢做的事情。就比如说我一直都很想做那个自媒体，但是我又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，就是一个喜好吧，兼职一样的。然后我就想自己报一个自媒体的速成班，学一学，做一做短视频。之后他对这个事儿就特别的不支持，觉得我喜欢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意义。他想报的那个班吧，就是那种讲什么一个月一年就是能挣几十万几百万的，我觉得搁一个正常人谁信嘛。然后学费还特别贵，一期的话两三万，这个东西你说啥时候能挣回来？这会儿你开始精明了啊。后来我就自己凭着自己感觉做视频吧，就享受那个过程。我一开始做的是美妆方向的，然后风格的话就普通女孩化妆那种，一开始做就没什么热度，我就想着怎么能新颖一点，吸引一下大家的眼球。之后我就想，因为她刚好是学美术的嘛，我觉得学美术她可能会画那种很有艺术氛围那种彩妆，之后我俩就拍这种视频，又把恩爱秀了，然后我也觉得好看，一起把这个自媒体做起来。结果我就抱着我这种非常新鲜的想法去跟他说，他给我泼冷水，他觉得你这事绝对成不了。已经做这个自媒体了，就是收入已经很不稳定了，然后我天天陪你做这个事情，那咱俩就都收入不稳定了呀。反正我俩就老因为互相都看不上彼此的工作，他总说我的职业，那我也要抨击抨击他的职业。我说我觉得那你做美术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呀，我觉得最起码我做这个我喜欢，我就跟他这么说，他就跟我说，那要不咱俩干脆一块回家得了，别在成都待了。回山西啊？对。回了吗？没回。现在我觉得我俩之间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他心目中他朋友永远都比我重要，他说的做我的耙耳朵他现在没有做到。就他朋友前阵子失恋，然后就非要来成都找我俩玩，要在我俩的住处住几天。但我作为一个女孩，我其实觉得挺不方便的，我就说能不能出去开酒店什么的，他压根听都没听，直接执意就把他朋友带回家了，这点我接受不了。我那个朋友吧，就是也是那种感情比较深的那种，失恋了我就感觉他情绪特别不稳定，我邀请人家过来成都玩，我起码得尽这个地主之谊嘛，然后就让他散散心而已。是是啊，我就这么想的。你成都租的房子多大呀？就是一室一厅的这样，而且让他住客厅。
哎，那就让女朋友搬出去也行嘛，你们哥俩在那儿都没问题啊，就变通嘛，臭小子。还有最让我失望的一件事儿，就是我过生日，然后他朋友呢就给我们做了一桌子家乡山西菜，还送了我一块手工蛋糕，我其实那天挺开心的。然后结果呢，他俩就买了点酒就喝酒，结果越喝越大，越大越难过。他朋友因为刚失恋嘛，就开始跟他讲他前女友怎么怎么不好，最后哥俩抱头痛哭。然后我就觉得吧，我过生日明明挺开心一个事儿啊，这怎么在哭声中度过？那不就是他那几天就没有走出那个感情吗？然后就借上酒情绪就上来了。我让他跟我说一说那些事儿，然后缓解缓解他情绪。我也不是想让他早点搬出去吗？我觉得就是为了你好。啊，也是为了就是咱们的感情好。反正最后到12点过了，我在那儿洗碗、收拾菜啥的，就搞得我挺不是滋味的。理解了，就是当在一起生活和碰事儿的时候，发现没有那么合适，对吧？对。那现在你们家是什么态度呢？我家是属于比较开放的那种家庭，就是属于尊重我自己的想法。哦，对。你见过他父母啊？我见过他父母。老人家对你印象好吗？印象还不错。我父母对他印象也不错。那你打算啥时候结呀？我是想跟他就是尽快结，然后他也就是当时求婚的时候，他其实也就是在他朋友面前也答应我了啊，然后一直拖一直拖，拖了也一年多了。这对啊，你认识一个月就要跟人结婚啊，所以说拖了一年多。那你通过这一年多的接触，你觉得这姑娘合适吗？是你想要的妻子吗？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我理想中的那样。这个怎么理解呢？就比如说每次我出去工作了嘛，然后每次他回来，然后就给我把饭呀什么的准备好，我觉得挺温馨，挺暖心的。姑娘想清楚下一步怎么办了吗？我其实对婚姻这件事儿我一直很明确的，我觉得我是要跟他结婚，但我觉得一定不是现在。你爱这个男人吗？有感情。其实没那么爱是吧？你对他有感觉吗？他是你要的那个男人吗？我不敢特别明确的说，总觉得缺点什么。你爱上他了吗？好像越接触越不爱了是吧？对。刚在一块儿那会儿，一起在山西太原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挺开心的。自打来了成都以后，两个人就经常吵架。是因为来成都了吗？我觉得其实不是。对，你觉得是什么？姑娘，两个人的想法不同。比如说我觉得我刚毕业，我的重心会放在我的事业上，但是他可能会比较想安稳，想早点结婚。哎，你惦记这个师妹有多久啊？他当时他大一我大二嘛，从那个时候就心里有印象，然后后来就加上微信一直聊一聊，就其实那个时候就有感情感觉。是你有感情对吧？是我这方面有感情。可是你一直没跟他表白。为什么不？也表白过，就是没有那种很精准的表白吧，就是透露过这个意思。在大学期间，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专业的，经常也不见面啊。那透露过这意思，他的态度是拒绝喽？那个时候是拒绝的。为什么那个时候拒绝呢？我觉得是因为他让我觉得他不够。追到成都了，很男人，很浪漫，对吧？为了娶你，我不仅做出了钻戒求婚的举动，同时我父母还提出了买房。买房我很大气地告诉你，房子要写你的名字，这不是挺男人的吗？怎么这时候不接招了，姑娘？因为我想让他也一起在年轻的时候奋斗，多奋斗吧。不是吧？还是没有特别特别的笃定吧，对于这段感情。行了，这只是我的看法啊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拉拉锯锯、拉拉扯扯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好吗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觉得你们两个现在生活过得特别凑合，好像结婚好多年的夫妻，哎呀，过下去吧，就这么过吧。你说过不下去吧，好像也过不下去，特别凑合，过过不好，离离不了。但你们不应该活成这样啊，因为你们连婚都还没结呢，你们还有大把美好的未来呢，一个才23，一个才25。所以两位年轻人，我想说一个先共同的事情，男生想结婚这种观念有错吗？没错。那我问你的女朋友想奋斗有错吗？没错。都没错呀。我觉得什么是好的爱情，就是把我们两个人想法组合在一起，我们两个人共同考虑如何去实现。但你知道你们给我什么感觉吗？明明各自的心都是好的，偏偏在诋毁对方，
你的想法不对，你为什么才25岁就老想结婚呢？然后你是在对你的女朋友说，23岁该结婚了，你怎么老想奋斗，不想踏踏实实在家过居家的日子呢？你们俩干嘛呀？你女朋友不想买包，她反而不物质，这不本身是你该欣赏的地方，你怎么变成了我给你买包你不用包，你不物质，你不是好女生？你们两个思想越来越偏了。女生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不爱他了，当初你选择跟他在一起，他身上一定是有闪光的地方的，只是你把他闪光的地方放大，还是你把他不闪光的地方放大？如果你把一个人不闪光的地方放大的话，你越来越看就是这个人不好不行。所以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既然想在一起也已经走在一起了，就不要彼此去诋毁，而是好好的把方向往一个方向使，这样你们才能真的去能够过好你想要的生活。谢谢周老师。我觉得女生从头到尾都没有爱过这个男孩，你就没有爱上过他，我甚至觉得可能连喜欢的成分都不太多。说实话，男生，我也不是很赞成你追这个女生想和她在一起的方式。我告诉你为什么她不爱你不喜欢你啊。首先，你想做一个男子汉，向他证明你是个男人，你特别勇敢地把一份很好的工作辞了，但在他眼里这叫鲁莽，不计后果。然后你来到成都，父母宠你，给了你一笔巨资让你买房，人家不同意，是小姑娘很有边界感，知道和你的感情没到这一份儿，不能接受这样的馈赠。好，你把钱挥霍了，你这么小的年纪自己一个月挣不了几千块买一个好车，人家小姑娘不要那份虚荣的包，你非要打肿脸充胖子买一个包给她。你的这份所谓我是个大男人，你看我给你花钱，在女生那里也是只有讨厌。女生想找的是一个男朋友，想找的是一份稳定，你认为自己可以拿出钱来可以辞了职陪着他就是稳定吗？你没有跟，男生，你脚下无根，全是依赖。你买房是你自己钱吗？爸妈帮你付的，你自己有根吗？没根何谈结婚啊。女生，我觉得你可能刚开始是善良吧，觉得我试一试吧，这男孩子挺真心的。对，但如果当你真的发现不喜欢他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早早的拒绝，而不是接受他来到你身边。真正的善良是，我对一个爱我的人，我希望他幸福，我祝福他好，我不爱你，我离开你。谢谢。谢谢严老师。爸妈有钱嘛，就随意让儿子挥霍，就还没怎么着呢，你赶紧在成都买套房。就是当你没有付出，你就开始享受成果的时候，你当然不知道人间疾苦，当然不知道努力的意义和重要性了。所以我说，有的时候当父母心疼孩子也需要有度。其实在你们两个人关系当中很明显能看得出来，就是你根本不是他想要嫁的那种类型的男人，他就是被你感动了而已，穷追不舍，然后又为他肯付出，又远赴成都来找他，这种的架势对女生来说可能都扛不住的，所以他就是被感动了。但对女生来说，就是唯一的一点，我觉得你给了他希望，你做的桩桩件件的事情好像都在回应他，告诉他，哎，来，你再往前来一点，再来一步，我可能就会跟你结婚啊。他就一步一步向你靠近，但是你呢，你却在一步一步向后撤退。你如果真的不喜欢，没爱上，不要给他希望。现在的年轻人对自己所有的行为不去考虑后果和责任，求婚的是这样，被求婚的那个也是这样，你不能因为旁边人多起哄，你就哎呀我下不来台，抹不开面子，你就答应了。你觉得你是因为抹不开面子，可是他看来是，哦，我女朋友答应我求婚了，那接下来就是要看着婚房了，肯定是他给他爸妈传导了这样的信息，我求婚了，女朋友接受了，
那父母肯定着急了，那赶紧买房子呀，不能让我儿子没房子住啊。所以其实到今天这一步，是你一步一步给他希望，然后你又撤退。所以当如果真的遇到了在气氛之下烘托出来的某个场景的时候，我奉劝所有的年轻人一定要有坚定的勇气站出来表达自己的心声。你同意就是同意，不同意就是不同意，因为婚姻求婚这刚才说的这些话说给你们俩听，也说给所有现在正在看我们这期节目的年轻的男女听。谢谢，谢谢莎娜老师。哎，你分得清爱和感动的区别吗？爱像什么？爱就像你看到这个人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温暖，心里就舒服舒坦。感动是什么？感动是你明明从他身上得到了很多，你每次看到他的时候还会摇头叹息，因为后者是无奈的。是爱还是感动呢？只有你自己知道。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我觉得这个男生肯定很懵，知道吗？我做了那么多，你们怎么都说这女孩不喜欢我？她真的做得很好了，是吧？那个放弃工作跑到你的城市来买房，而且加你的名字，你不要房我给你买车，我接送你，你不开心了我给你买包，他做了所有他可以做的事情。问题就在于你所有做的这些事情真的是你的价值吗？听你们俩人聊半天故事，我没有听到任何你的价值。你看你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要么就是放弃工作，你有啥？你没有，你只能拽着那一小小的一点。哎，不是，你也不能这么说，人家有画啊，画的画拿给陆琪老师看看，也许那是人家的价值。传阅一下，我也看看啊。这是你画的是吗？对。这你满意吗？这就是我对我俩未来的一个梦想。啊，好吧。男生，你学了多少年？啊，我从小就开始学了，十几岁就开始。你对画画这件事情有追求吗？这个是怎么说？就是我来这儿录节目，然后时间比较紧张，就是可能几分钟啊，十几分钟画的。你对于自己事业、专业，你的追求在什么地方？你描绘不出来，所以我建议你先从你那个世界里面爬出来，去学会让自己的身上的光芒开始闪现。至于姑娘，我觉得几个老师说的都挺对的，分清什么是感动，什么是爱，然后再想想今天要不要出来。就这样，谢谢陆琪老师。对男生来说，真相确实挺残忍的，等于女生同意他追求，然后把女生越打越怕嘛，越打越怕嘛。我到现在为止，我都不明白，姑娘你是爱上他了，还是被他的很多方式，然后把女生越打越怕嘛，越打越怕嘛。我到现在为止，我都不明白，姑娘你是爱上他了，还是被他的很多方式弄得你不好拒绝呀？你要说实话呀。我觉得，他当时追求我的时候是送了我一幅画，是他自己花了很长时间然后画的我的一张照片，就是让我觉得这个人很愿意为我花时间花心思，所以我就真的想跟他试一试。你看，是试一试，花时间花心思。姑娘要的不就这个吗？你要跟我一起做自媒体，你要无条件的服从我支持我，那样才是我认为的你花了心思，你所做的一切，评委是我，对吧，姑娘？来，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
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-2360-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这个结果预测起来才叫难呢啊！我希望他们俩都出来。我不知道感动和爱到底区别是什么，但是有些时候可能感动也会生成爱，所以我觉得女生对男生其实是有爱的，只是她愿不愿意放大而已。感动有时候可能会转化成爱，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所以我觉得女生可能还是不会出来的。女生肯定不会出来了，男生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出来了。我是觉得不是一个人付出多少别人就一定要爱他的，所以男出女不出吧。我们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哎，其实啊，做什么样的选择，我相信在来这个舞台之前，他们都曾经想过。包括今天男生决绝的走，包括男生的这两幅画，其实我看到那男生两幅画的时候，我心就凉了。我知道男生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愿意用心，也不愿意再用情，其实我们看了都知道那是敷衍嘛。因此这个结果大概也是顺理成章吧。最后要说的是，希望你们这一对每一个人能够追随自己的心愿，寻找自己真正想要的幸福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京云 APP，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。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老师一起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，让我们走进爱情保鲜剂。有网友提问说，男朋友母亲旧观念比较重，刚和男朋友认识半年就开始催婚，我想等他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定了之后呢，我们再结婚，最多再过一年也就结了，但是他家的态度很强硬，必须今年结婚，我该怎么办？结婚这件事儿切记啊，任何人逼不得，如果你就此从了，可能会在你心里留下一个结，那这个结就是你们日后吵架的祸根。爱情保卫战由全国热销20亿支奶酪棒的妙可蓝多特约播出，奶酪就选妙可蓝多。再一次的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，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